小亏倒无所谓，亏个比如说我这个亏个几百块钱我倒还可以啊，你让我亏个一千那一天白干，好吗？感谢老板的送的大气啊，谢谢老板，祝你们中奖好吧，祝你们中奖。嗯，抽奖只是增加一下流水而已，因为最近的话老板可能说在忙对吧，咱们也有流水任务的，所以说大家既然不送那没办法，我只能抽个奖对吧，正好相当于给大家发发福利，一毛钱抽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呀，对吧，这也不是强制性的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我抠，你觉得我不用弹幕抽你可以不抽呀，是不是？你又不花钱，你搁着现在在这边白嫖还要逼逼我。嗯，就问你过不过分。嗯，给大家教学一把南刀锋打野，请大家仔细看仔细学，先红开。嗯，啥时候来新英雄？我的新英雄太强了，我怕对面招架不住。好，再刷石头人，对面打野艾克，野区打不过我，所以说我可以跟他在野区干仗。他干不过我，看好了。抽奖还有两分钟啊，参与的人不多，中奖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。最后两分钟时间，一共有两个名额啊，一共两个名额，一共两个名额，不是一个名额。抽个鸡，我们打野的话最佳的问题就是 CD 有点长，我们在刷野的时候没有 CD 的时候只能等。好，喝瓶药，现在我的血量没有满，喝瓶药，保证我们是满血。这样的话，在野区如果遭遇对面的打野，可以反打，好吗？先把每个小的 A 一下，然后再 A 大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一个被动可以正好清。好，再来个蓝 buff， 漂亮。嗯，今晚有比赛吗？今晚有比赛。今晚有比赛我就不播了，有比赛大家肯定去看比赛了呀，还会看我，那不瞎扯淡。四级野怪全清，速四打法。这个河蟹我觉得对面艾克应该不敢跟我抢，他如果来的话我们直接先打人，因为我身上是没有惩戒的。我想说他的刷野速度有点慢，我野怪全清完了他居然不在，那说明他在下半野区中路，看见有没有机会翻墙。抽奖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，来了老弟啊，凯旋回血并不能死，翻墙，艾克可能在，艾克不在直接交城回国血，顺带刷野，艾克在上，说明这艾克的话也是来了一手速四打法。他的蛤蟆应该快 CD 好了，我觉得漂亮，走位，往前走，好，没办法，不亏，最后十七秒，抽奖，大气抽1600啊，买一个锯齿短兵，再来，这一波回家大家肯定会出铁刺鞭的啊，当然我不建议，因为出铁刺鞭，首先刷野不会增快，第二呢。伤害没有锯齿短臂来的高，懂吗？所以说这一波我们先偷个鸡，吃一波大鸟，蹭个波经验，站在这边可以蹭经验的。好，
抓人的话，这一把的话，我们可以抓下路，先把石头抓一把。抓个石头人，下路可以抓。我好像这个穿甲好像对野怪好像也有效果。野怪的话，他好像是没有护甲的。这个小野怪没有护甲，大野怪应该有护甲。来，艾克在下，看好我的位置，翻墙。我从不妥协。A J W。他在哪里啊？他会飞啊？他们活不超人不会飞吧？信不信？翻墙可以探视野，没有想到吧？小龙看能不能拿一下。走，这里好像有眼，对面他看到我了。咱们这一波直接偷小龙吗？嗯，小龙拿下，不抢五等。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边吧？对面蓝 buff 快 CD 好。吃一口果子，反一波野，中路被杀了，我操，真皮，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呀？看到没有？屌不屌？可以吧？我觉得他可能在反我的野。我们就好把红拿了。其实这一波可以避了，回家买个幽默鞋。这就是中期前中期出这个小锯齿短臂的效果。幽默，我把药卖了，再买一个长剑走。来一个红 buff， 红 buff 来。第二件我一直在考虑，我到底是出可血战斧，还是做心事？我觉得还是心事好。我觉得还是心事好。偷个鸡。对面蓝 buff 好了，过去反一波野。我现在斜 CD 好了，直接推线。惩戒一下 ，A 一下，伤害拉低 ，A 一下，交不交闪？看到没有，很肉的。看到没有，很难受的。溜了，嗯，翻墙。而且这一波的话，我 Q 好像 Q 小兵了，三狼吃了。哎，有人来了。但是我有大，想清楚，好吧，他可能在草里。希望你想清楚。只有傻瓜才会来了。翻墙，他死了，漂亮，蹭个助攻啊！但是这一波没想到我的输出太高，石头人没有，石头人没有，中路可以抓，我们南刀的抓人能力是非常强的，好吗？抓人能力很强，中路有机会，翻墙，他死了 ，W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刺客的好处。如果你出半肉的话，可能这一波就杀不死，好吗？走，来个河道蟹，河蟹来一个。河蟹，这一波可以拿一波峡谷了，因为我们优势很大。对面艾克过来拿我没有办法。好，来了。Q 闪现，
哎 ，A 错人了，死了，对吧？随便杀的，太好杀了，嗯，高的 like 了。看我的参团率，兄弟们，十分钟，你要知道现在是十分钟，我现在八杠一，好吗？这个时候肯定会有水友说对面可能菜菜了，没关系，如果觉得对面菜的朋友，下一把我给兄弟们换一个钻石的号，给你们拿捏一把，好吧？发育很好，随便抓，就现在我这个装备是真的是随便抓的。这里有眼，先把这个眼排了。嗯，我现在我觉得咱们都不需要刷野，接下来直接去杀对面就行了。对面的球女是没有闪的，看好了，我可以闪现躲他的 E。W 闪 Q 二 E 直接秒杀，直接放峡谷吧，感觉。我操，送你塔皮你都不要。你应该感谢我，讲道理，拖个鸡。小龙拿了，下路小逆风，草里有人哟。哎呀，就这乱杀呀，真的是，真的是乱杀，你还不学一下，兄弟们？这你还不学，你还在等什么？3900块没有消费，钱太多，钱拖也是一种烦恼，真的很烦恼，不知道买啥，知道吗？你不知道要出，不知道买啥，蛤蟆吃了。嗯，啊、哦，你看，啊，三狼吃了，那怎么玩？艾克在上，那野怪没了呀。中路可以抓一下，来了老弟，翻墙，翻墙，幽梦一开，翻墙，翻墙 ，QAW， 凯旋回血不死，记不记？走，哎，我来了，男枪怎么说？他可能会过来插野。翻墙，哎 ，Q A W， 哦，大招一甩 ，A， 惩戒 A，Q 死了呀，对吧？你看这太好杀了呀，走，偷个鸡，无处可藏。学技术肯定要看智勋呀，推荐新手看我呀，那么，因为很容易上手呀，讲道理。咱相信大家肯定不是那种高玩，对吧？肯定都会偏新手，大家一定要学一下，兄弟们。嗯，红 buff 来了，是吧？红拿一个，这不就无敌了？石头人吃一下。这个时候肯定会说主播你分团也不高呀，也就一个峡谷之巅大师啥的，但是你错了，你们如果要有悟性的话，看了主播的直播就可以上分，好吧？就跟大家平时念书一样，咋的？老师必须要什么哈佛毕业或者这个北大清华毕业才行啊？不应该啊，不存在的。嗯，我给他教的是一些基础知识啊，想要接下来就靠你的悟性了，好吗？这把刀能听到吗？好，蛤蟆吃了，反他一波红 buff， 我根本都不需要回家，血量一直满的。而且我此时此刻的装备已经很强了，你要想一下，我现在回家6000多块钱消费一下，是什么概念，兄弟们？回家直接掏两把大剑，这什么意思？呀，
给我蹭个助攻呀，兄弟。他老交闪干啥呀？他是不是怕我把他这个头抢了？每次要交闪拿头吧。抓波日女啊，这抓波球女来，看好我的位置。幽梦一开，翻墙 ，WQA， 好失误了，兄弟，失误了，操作失误，蛤蟆吃了，走。漂亮，一贼走，艾克惩戒 ，AQA， 没有用，他根本打不过的，来嘛，征服者出发了，敢不来？他不敢来的。操！我靠！没消费，兄弟们，这一波输在没有消费。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出这个，兄弟们，新式还是出新式会强一点。咳血的话用过，鞋的话可以买个抗性鞋，但是如果我买抗性鞋的话，哦，我的脑袋里面突然蹦出了很多思路呀，兄弟们。CD 鞋，哎呀妈呀，抗性鞋很肉 ，CD 鞋减 CD， 还 CD 鞋吧 ，CD 鞋，嗯，幽梦开呀，走，消费了消费了，肯定买装备了，这套装备非常强，当然如果对面有盾的话，什么如果有万豪呀、露露这种都要出巨蛇之牙，那我的幽梦就提供不了减 CD 了。那我觉得咱就做一手这么做也是可以的，兄弟们，漂亮，我觉得还是要做这么做，给大家看一下伤害吧，好吧，太好了，接下来给你验证一下我这套输出的装备，阴一下，应该会有人来中路吃兵线，算了，我们先把兵线吃了吧，不然浪费了，球女不出来，好，没用，我很弱，你这是干啥呀？都敢一脸了，现在无处可藏，你这是干啥？啊，走了。我很灵活，我血手还没出发呢，你不要以为你杀掉我就这点血，我可以勾引一下，怎么，我感觉咱们其实可以勾引，我有回血，咱们星矢是全能回血，嗯，走，十四级，你的愚忠对我来说好，小屁崽子，很弱很弱很弱，根本死不掉，我还有血手，我星矢又出发了，翻墙勾引一下，翻墙他不来，他们不来，就我这点血他不是不上，哟，确定吗？那太棒了，这干啥呀，太肉了呀，是吧，这你怎么玩，溜了，就这点血照样拿捏了，凯旋回血可以，他打了我挺多血，而且他出了一个泯灭宝珠，2800块，2800块的话我觉得黑切来一个，我觉得还是要出抗性鞋，出抗性鞋会肉一点。啊，金错，刚才那一波团我们打了有468点输出，以及1542的格挡输出，相当于我们吸了1542滴血，对吧？就等于说回了1000多滴血。20分钟左右，差个100块。翻墙，
我一直说不出这个装备有什么好，但是就感觉就是很好，就不知道为啥。他们活不长了。狗头。哟，满血不回家。哟，中药杀戮有用吗？全死。好，好吧。漂亮。好多点蓝，好多点蓝，三张黑切，黑切买了，黑切买了，可以把鞋换了，抗性鞋会强一点啊。嗯，三千三什么钱？八百，八什么百？不抽奖啊？嗯，投降了，可以。不禁打，有人说主播咳血战斧，对面可能就全死了，真的吗？